纽约是各种文化融入在一起的，你也许一拐角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就会给你另外一个感受，因为这里到处都很特别。爱乐之城，有关爱与音乐的旅程。Okay. Come on. Come on over. So that we can take a bit. Hey. 电梯. Oh my gosh. look up. You get to see it built. Keep your arms and legs inside and keep your eyes open. King Kong is waiting for you up there. All right. 没有想到在电梯里面有这么多细节。啊 ，cool， that's a cool video。感受纽约市的心跳。哎呀。哇塞。先来个游客照吧。哪边是女神像？哦，在那儿。这次帝国大厦跟以前挺不一样的，以前就是不停的排队坐电梯上楼，然后就看一下顶楼86楼的那个风景，但这次就是从每一层楼它有很多新的项目，还蛮有意思的。这个挺有意思。哦，这个好玩，哇，哦，这个，救命啊！还看到了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拍的照片。哦 ，that's me， 嗨，哇，我是不是比那个时候胖了？就两三年吧，两年可能。这是之前在这边拍过的经典的电影的画面。就我前几次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些。哇塞！我已经发现好几部我看过的电影。我几年前突然之间，我发现我忘了最根本的一件事，你听音乐是一个享受，不是说我一定听歌就要开始跳舞，但是我是觉得我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我没有释放自己，我把自己处在了一个怎么样去评价它的一个状态。但我忘了，工作的当中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享受的这一部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顾忌周围有多少人，然后是什么样的环境，放松一点。We got the best view of of the yeah, it is with the Brooklyn Bridge, Manhattan Bridge on Williamsburg. You can see the river moves a lot. There's all the taxi boats. We have there's a lot of movement in this area.Yeah, actually, I've been in New York many times,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come to this area, and the view from here is totally gorgeous. Ready? Yeah. I hope I don't drop it. Woo! Wow, four different kind of oysters? Four different kind of oysters, yeah. All from the East Coast. Yeah. We have clams.Sea scallop, razor clam, the long razor clam. Uh-huh. And then on top here we have sashimi. Wow. I like the scallop as well. You should try the scallop. Yeah, I love scallop. A little spicy and. Oh, you say delicious.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No, no, no, one more thing. You have to know my name. Yes. 张亮颖。张亮颖。张。张。亮。亮。颖。颖。Yeah. 张亮颖。Close. 那个景印象是蛮深刻的，你坐在窗边，然后旁边就是布鲁克林大桥。It's really good. 每一道食物也非常精彩，特别是 我对那个鱼印象很深刻。哇，好香啊，这个真的非常的香。嗯，天哪。Thank you. 它里面是软软的，表面上是有点脆的那种感觉，所以是有嚼头的，就是有面包的香味，但是跟面包又不一样，因为鱼的那个味道已经浸到面包里面了，所以很好吃。因为我也喜欢吃，然后我喜欢做饭，所以我大概吃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做的。所以今天这个鱼我比较好奇，是因为我应该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May I have a chance to go to see how we make it?Yeah, thank you. I'll take you to the kitchen. What do you want to show me? What's in there? Octopus. Oh, 好大，这么大一个。Oh, it's scary. Wow, 这个太大了，我不敢靠近它，我就。它确实做的东西是好吃的。味觉、听觉、视觉这些东西都是会给人带来幸福感的东西。来纽约呢，一直也觉得到处走走看看，不管是说它是专门的秀、专门的表演、专门的艺术区，或者是说只是街上的一角，一下子就能看到不同的文化的感觉。新的那一片区域，特别是那个艺术区，然后我们还去看了展，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体验吧。大家就是去感受那一个氛围。So the first gallery show is a group show of 22 different artists,、uh-huh. and they're all younger, emerging artists. They're not famous. They're not well known yet. So here, is that me? Yeah, 我只是喜欢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给你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氛围。你相当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同的心境里面。我也不一定是真的明白人家做这个展想要跟你传达的具体的意思，最重要的是自己以一个不常有的状态出现了一下。你看展去感受别人的同时，你其实是在做自我感受，你在挖掘平时不常表达的那一部分的自己。Thank you. Wow. Wow. 这个角度刚好，这里有一束阳光进来，现在这个感觉特别好。博物馆是。很难得的机会，就是单独在里面溜达。我觉得博物馆真的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好好的了解一下，因为不同的这些，不管是画啊，还是其他的物件，真的是很多的文化在里面，很多的故事值得去了解。大太古，黑色河谷。个人角度，我觉得它是一种情感投射，就是你看到不同的历史这个东西，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看到仅仅是一个物件，但实际上它可能带有历史标志性的一些事件，或者当时大家的某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它可以是各种可能性，但当你看到它的时候能够产生的那一种情绪和有懂的人帮你解读出来的情绪，它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好的作品它就是会激发人的情绪。
本节目路线由美国国家旅游局倾情推荐。我比较容易惊讶别人。卖盘。哇，是不是很有冒险的感觉？不是放松奢侈，是舍得让自己累一下，很奢侈。特别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有没有现金？你该遇到什么就要遇到什么。